大家好，欢迎收看《行车记录趣》，我是廖刚。之前呢，我们到了日本为大家试驾 Mazda CX-3 的右驾版。这一次呢，我们为大家试驾的，画面麻烦转过来，我们是左驾，你还搞特效 ？OK， 我们这一次试驾的是左驾版本，就是引进台湾了。那这一次呢，我们会告诉大家开起来的感觉，还有所有里里外外到底台湾版有什么不一样。OK， 确定是左驾的版本，没错了。我们现在先看一下旁边这个规格表。之前我们在日本试驾的时候，一直以为引进台湾的会是单一的柴油版本，但是呢，马自达台湾分公司在经过评估之后，现在已经确定会引进另外的 Skyactiv G2.0 的汽油版本。以目前来说呢，我们并不知道实际的价格，这必须要等到台北车展的媒体日才会公布。可是呢，我们可以很确定的知道 1.5 柴油的版本，它的价钱呢绝对会低于100万，有可能出现在989万这边。至于汽油的版本，应该是跟它相差10万，会出现在889万这边。但是呢，这个价格是我们目前推估的价格，实际的售价我们必须等到车展当天 Mazda Taiwan 它会跟我们做一个详细的公布。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车头，其实它的车头部分呢，很多人说跟 CX-5 有一点像，其实我比较过，如果说要真的像的话，它比较像 Mazda 6，因为它整个的大面积的水箱护罩旁边的镀铬是比 CX-5 来的粗来的立体，而且最主要是它的边角的位置，你可以看它有拉伸到它的头灯里面。然后如果你去看 CX-5 的话呢，它做的比较细致，比较细腻一点。然后这个呢 CX-3 它就比较粗犷。然后至于头灯组的部分呢，头灯组的部分它也比 CX-5 来的修长一些。那很棒的地方就是它里面你看到的所有的灯组灯具全部都是 LED， 包括日行灯、远近灯，还有搭配了鱼眼。然后在下侧的部分呢，它左右两边它的保杆的气坝的造型也跟 CX-5 不一样，它的法令纹的部分呢是朝下的，那 CX-5 呢它就是一个比较上扬的趋势，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它头部前脸的表情呢会是比较严肃的。下巴的部分呢，它整车从前缘一直拉到车侧到车尾，它都有一个防刮的材质，然后都有一个像下护板的这样子的材料，所以你看起来呢，它整个底部会比较有一个越野的风格。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前挡这边呢，有一些镜头还有侦测器。那最主要这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自动启闭头灯的开关是从这边感应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感应式雨刷的开关也在这前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一个前行辅助刹车系统 SCBSF 是由前面做侦测，在你遇到紧急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注意它会自动帮你刹车。来到侧面呢，我们一定都会被它非常大的圈胎组合所吸引，它是18寸的圈胎 215/50R18。然后呢，我们刚刚有知道了，从前面它的一个整个的下护板，包括轮毂，然后侧裙一直拉到后面来。然后它的侧裙部分呢，下面呢有一个很锐利的镀铬饰条，你可以看到整个侧面呢，加上它的整个这个豹子的这种奔跑的肌肉线条呢，塑造出一个很棒的一个动感。那在侧边的后视镜的部分呢，这个造型它的双色处理，你可以看到跟 CX-5 是一样的。然后整体来说呢，它的轴距跟 Mazda 2是一样的，只是说它的轮距比较宽，所以呢，你侧面看过去呢，你会觉得，它这一台 crossover 呢，感觉非常的精致，非常的紧凑。来到车尾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车顶有一个鲨鱼鳍的天线，那这个天线造型跟 CX-5 是一样的，如果是 Mazda 2的话，它就是一个短棒式的天线，后面一样有扰流尾翼，加上一个小的扰流片。这边低柱的部分呢，我们也看到它是一个钢琴烤漆面的4块处理，经过这样子处理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CX-3 它的车顶就变成一个悬浮式的造型了。在尾灯的部分呢，它尾灯组的造型跟 Mazda 2比起来的话，它是比较细比较修长的，所以看起来后面比较有不错的精致感。然后在底下呢，你可以看到有一个 Skyactiv D 的一个车尾名牌。那至于它的后保的部分呢，一样是一个黑色的，然后像是防刮材质的材料。
那底下呢是一个双出的尾管，所以车尾的尾巴呢看起来除了有一些精致度以外呢，也有不错的一个动感的表现。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尾箱了，一样是电磁阀开启的功能。那虽然呢 CS3 它在尾箱的空间并不是很大，只有264公升，但是呢 Mazda 在这边还是做了一些使它空间有机能变化的这些设计。你可以看到它的底板掀起来还有一个夹层，而且呢你把这个底板稍微的顺着它卡榫呢，你可以把它直接立在这边，然后方便你放东西。那如果说呢你有一个东西你要直接放在里面，这个底板整个还可以下降，让它可以变得大一点。如果说你把最底下这一层掀起来呢，你就可以看到它底下放的是一个小的备胎，然后呢拆胎工具，右边的部分呢放的是它的千斤顶。那虽然它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行李箱空间，但是你还是可以透过你的座椅六四分离倾倒，然后让它变成1174公升，让它变得更实用一些。其实一拿到 CS3 它的钥匙，你就发现马自达家族都是这个造型的钥匙，所以熟悉感很不错。那整个中控台的界面呢，包括它里面所有的铺陈很熟悉，最主要就是它中间这个单环式的仪表，左右它两边都有液晶萤幕的显示，比如说包括它左边的档位，然后右边的一些平均的油耗、行车资讯，然后温度，然后油量表都安排在左右两侧。另外呢，中间这个单环最主要的功能呢，其实不是时速表，我们一般的概念都是觉得说应该是放时速表，不是哦，它是一个转速表。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只有6000转，所以这是柴油引擎特征很明显的。右下角有一个时速的数位显示，但是这个数位显示呢，其实正常我们在开的时候你不会去看这个位置，因为毕竟啊它太小太下面，然后不够显眼，你会去看前面的 HUD 抬头显示幕。它 HUD 抬头显示幕非常的单纯，里面就是时速表，所以呢你搭配你的转速，它转速有一个范围，你大概余光瞄到的时候你就搭配你的时速表，你会觉得开起来哎很轻松很舒服。然后呢整个方向盘上面，我们上一次有跟大家去日本试驾有介绍过，不确定上面会放什么按钮，现在确定了。首先没有换挡拨片，右边呢是它的定速巡航的开关，都在右边。然后左边呢是它的音响选台，还有你的蓝牙电话控制都在左边。上面它的饰板呢有模拟出一个碳纤维的一个压花，所以你会觉得哎呦还不错。那整体来说，右边的门板上面是硬塑料，那下面就不错，下面除了有软质的一些皮革之外，它还有双色的处理，搭配的就是一个暗红色的皮革。然后中央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它除了这边呢也是一个软质的皮革之外，它的车缝线是红黑双色的一个处理。那整体的造型来说呢， Mazda 它的设计哦，把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它的三环的这个出风口中间做了一个很细条的一个修饰，加上镀铬非常精致，中间事实上又安排了一个出风口，但是它没有做另外一个圆形的圆环，以免破坏它整体的这个设计感。然后呢它中间这一个 NZD Connect 这个面板呢，除了有液晶显示的功能之外呢，它也可以触控，你可以看到你可以去按它的，或者是你可以透过你的排挡座后方它的这一个快速旋钮加上按钮，你可以去整个去控制它。你可以看到里面有应用程式、娱乐、通讯，然后导航、设定都在这边做一个控制，按下去呢就是进入这些选项，整个使用起来是非常直觉，你不需要再看说明书去学习它，你马上就可以上手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下面的空调系统是一个三环式的设计，而且这空调系统呢它是一个单区的恒温空调，然后底下是一个单片吸入式的 CD 音响，最下面呢你可以看到有两组 USB 的插孔， AUX in 的插孔，外接音源，然后左边呢有一个 SD 卡， SD 卡插槽，你要把这个拨开来你就看到可以放 SD 卡。另外右边呢有一个12伏的电源插孔。那排挡座的部分呢，整个边框都有做一个黑色钢琴烤漆面来修饰，然后里面呢是一个雾银的双色处理，所以看起来还蛮精致的。然后搭配的是一个6速的手自排变速系统。
排挡座后面就是它的 MZD Connect 控制界面，这边呢前面这个大的旋钮就是控制你的触控液晶萤幕，那后面这个比较特别，其实后面这个呢就是你整个的音响静音跟音量的旋钮在这边。那最后呢在车顶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它还标配了天窗，我们现在来到后座，很多人都很期待 CS3 的后座到底是怎么样。我现在坐正，你可以看到我前面调整到我173公分的标准坐姿，膝部空间还有一个拳头，这比我预期的还要好。不过呢你可以发现呢，我的脚放在这边呢，它是不是椅垫稍显有点短了？那我觉得这个并不意外了，因为它整个的车格啊，事实上是比较紧凑的，所以呢它椅垫没有办法坐得太舒服，这是可以接受，它椅垫比较短。不过它的座椅高度跟前面的高度跟地板，你可以看到我的脚呢还是可以以一个差不多90度的状态，所以坐起来虽然前面稍微短一点，但是至少呢我的脚，我的小腿大腿是比较舒服的，而且它的坐垫中间比较软，你会发现你一坐进来呢屁股是有一点点陷进去的，不会让你比较短的坐垫然后因为车子在开的行驶过程而有滑溜的感觉。那头部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头部有四个指头，这个也是出乎我的意料。当然了 crossover 这样子的车型呢，它是一个比较高的车子，所以它整个的头部空间表现的确比较好。在右边的窗框的部分呢，它大概就是切齐我的眼睛的上缘，不过它的 C 柱，我如果说把头靠在头等上的话，我往旁边一看，它的 C 柱刚好挡到我的视线，所以我坐在后面呢好像比较有一种紧致的这种感觉，因为你有一部分的视野被你的 C 柱稍微挡住了一点。除此之外呢，在后座的部分呢，因为前座呢它也没有做一个中央扶手延伸出来，所以后面你也没有看到后座出风口，包括它两边的 B 柱也没有后座出风口。不过呢它后面的头枕呢有三个，而且有三条三点式的安全带，而且两边还有 ISOFIX 儿童安全座椅的锁扣设计，这全部都有。那只是说呢它中间呢，因为这整个车型的关系，它中间没有再做一个翻倒的轴枕附一个自备格。如果说你有饮料要摆的话，你除了可以摆在你两边的门边之外，如果你要立起来，你就只能摆在中间这个位置。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动力。那 CS3 这次引进的版本，它是一个很小的涡轮增压引擎，只有 1.5 升。那这个 1.5 升的涡轮增压引擎呢，在马力的部分是105匹，不是很大，4000转的时候可以发挥，但是扭力非常的大，扭力是 27.5 公斤米，1600到2500转的时候就可以输出了。这一具的柴油涡轮增压引擎呢，它的涡轮增压器它的叶片是几何可变的，所以呢它可以依据你不同的转速或是负荷或者是油门它需要的反应来调整一下它涡轮增压器的叶片，所以呢开起来想必是有不错的感受。那我们现在呢赶快就找一个地方来试一下体验一下这个最小的 1.5 涡轮增压车是怎样的感觉。我们现在为大家试驾的是 Mazda 它的 CX3 柴油版 1.5 的柴油引擎，马力105匹，刚才跟大家介绍过了。那一坐进来呢，以我38腰，其实我现在瘦了啦，36腰，但是加上这么厚的衣服，大概身形还是跟以前一样很胖硕。整个座椅它把我两侧的腰部呢其实包覆得很好，有一点夹起来的那种感觉，然后坐起来呢很不错，两侧的大腿支撑也很有支撑性，因为我感受得到它把我的大腿约束起来。但是呢有一个地方就是它的椅垫呢跟后面一样，它椅垫有点比较短，所以呢我的两只大腿前缘的地方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空，如果说把左脚放在前面的休息踏板的区域的话，这样感觉会好一点，你会觉得整个大腿的左侧比较服贴于座椅这边。那右脚的部分那就没办法，因为你要在刹车跟油门踏板之间做变化，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些活动。然后在方向盘的部分，如果说你有开过现在这一代的马自达3或马自达6的话，你会觉得手感是蛮接近的。
它如果说跟一般呢、啊、同样日系的品牌比起来，比如说是 Toyota 的车的话，它一样是电动马达辅助的动力方向盘，但是呢，如果是 Toyota 的品牌的话，它的整个方向盘就会显得很轻手、很轻巧。Mazda 它的风格就比较不是那样，但是呢，它又不像是欧洲的那种品牌的手感，欧洲的品牌大致上是比较偏重一点，它就是介于这个中间，它不会很轻手，但是呢，你开起来也不会重手。整个开起来的感觉，很多人一开始都会说啊 ，CS3 是 Mazda 2，它一样的底盘啦、啊，所以怎样怎样，它就是 Mazda 2的底盘，可是不一样，它开起来跟 Mazda 2完全不一样。一方面呢、啊，它本来就是比较高一点，所以你会觉得视野跟重心感受不一样。另一方面呢，它开起来的那种 Q 度跟弹跳的感觉也比 Mazda 2来的多一些。你会觉得它的整个的避震器弹簧的行程似乎是比较长，它可以在有一些不平的路面呢，会让你感受到更多的一个避震器在作动的行程感。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在弯道上面稍微以一个比较激烈的模式来驾驶一下，哎，你的确会感觉到它的重心在转移的时候呢，你的车身会有比较多余的一些侧倾，跟 Mazda 2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基本上它是平台一样，但是它里面的整个悬吊调教还有里面的一个给驾驶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它的油门的反应，它油门的反应以柴油引擎来说，它的延伸性比较短，那这具引擎它是1600到2500，它是最大的一个扭力峰值 27.5 公斤米，它输出的这个时机大概是这样子，只有900转的这样子的区域。但是呢，切在第一档的话，你踩下油门，我现在还没有踩油门全开，我大概踩到1/3到2/1，你就会感觉说它在这个弯道的表现呢非常的动感，它整个的扭力很大，所以呢你会觉得这整部车车身非常的轻巧，一踩下去呢动力马上就来了。然后呢，整个隔音的部分呢也做得很好，在车子里面呢你比较听不出来它是一具柴油引擎，你在原地怠速的时候你还可以稍微听到说哎，它这个声音比较不一样，但是你真的开起来的话，像现在你听我要进弯了，好进来，然后我再全油门出去，你听不出来它是一具柴油引擎，除非呢你真的去看你的转速表，不然的话如果只是纯粹的坐在车子上，你是完全不晓得这是一部柴油车。它开起来整个延伸性整个反应非常的热血啊，进来进弯。哎，你刚刚有没有发现我在整个过弯的时候呢，我的身体好像稍微有点侧倾，但是它并没有直接的一直荡过来荡过去的感觉。它整个悬吊呢在你过弯的时候倾斜到一个程度不会很多，然后它就会停住了，它会有提供一个不错的支撑感。但是呢，不可避免的是它前面这一段时间呢它重心是比较高的，你的身体呢会被你的椅子所支撑住，因为你整个重心会开始做变换，你会左边或右边你会有一些偏移，那这样开起来跟轿车的反应是完全是不同的。然后 CS3 它的排档模式呢，我们刚才在静态的时候也跟大家介绍过，它只有低档或是手排模式，然后没有换挡拨片。我现在目前呢切到低档，我也没有所谓的 Sport 的运动化模式可以做一个选择，但是就以我刚才开的方式来说，我觉得如果是你跟一般的轿车房车来比的话，这样的感受呢跟他们的 Sport 模式真的是不相上下，甚至我觉得 CS3 的反应还要更好一点，因为我现在随便踩一下油门，大概1/2油门，我就能感觉到非常大的一个动感，然后整个的车子哦，直接被带出去的这样的反应，而且我也不晓得它的转速延伸性大概是到哪里，为什么呢？一般来说，我们如果延伸性很短的话，你就会感受到一档一档一档这样子在换。可是呢，我刚才这样子踩，你有没有发现我并没有提到它这时候换挡，因为我没有很强烈的感受到它正在换挡。它换挡的
反应啊，非常的细微，非常的灵敏，你就会感觉到这就好像是一个 CVT 的变速箱，它就是让你的动力跟你的速度一直上去，然后呢，随着这样子上去的时候，你的引擎声浪会比较大声一点。那我们现在呢，前面又是一个弯道，然后我们直接进来，然后我们稍微带一点刹车进来弯道，然后呢再出去，然后补油。然后油门这时候我大概踩六七成，这中间到底进档退档，有人听得出来吗？其实你很难用一个油门的声浪，或者是整个车体的一个顿挫啊，来判断说这时候的档位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变化。它的换挡真的换得非常的顺，而且我觉得真的是不输双离合器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试一下它的手动换挡模式。我们把排挡杆往左切，然后呢，我们就把油门踩到底。我现在也没换挡，油门也没松开。你有没有发现，我的引擎声呢，维持在一个点不动了 ？Mazda 它在手动换挡的模式之下呢，它保护引擎的方式呢，蛮棒的。一般来说呢，我们都知道有两种保护的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它立刻断油。那断油呢，我们都知道它会造成你整个车身的一些抖动，一些顿挫感比较不舒服。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把换挡的主控权直接拿回去，你现在一直不升档，然后你又全油门，于是我立刻帮你升档，以免你这样子一开下去让你的引擎有些受伤。但是 Mazda 在这边呢，它刚才直接把转速控制在5000转，就停在那个点上面了。也就是说，我油门虽然没放全踩了，然后我档位又是低速档，我完全没升，但是呢，它不会让引擎超转，不会让你的引擎因此而受到一些损伤。你会感觉整个的引擎延伸性不像柴油引擎，它延伸性很好。因为呢，你不会感觉到说你的转速域被用完了，它就算用完了，它也会固定在那一个扭力，固定在那个转速域的范围。所以你会觉得整个车子呢，它的行进并没有顿挫，并没有停下来，并没有会造成你整个不舒服的感觉。那我们现在试着在这个山路呢，使用三档，然后整个柴油引擎的扭力呢，我大概不大需要另外的一直升降档，然后它都可以随着我的油门，然后来征服这些弯道。你只要踩一点、放一点，或是带一点刹车，你就会觉得整台车呈现出一个非常棒的动感。反而呢，你在手动换挡的模式，如果说你油门深踩，你的档位并没有及时配合你的手动退下来的话，它还会帮你降档。整体开起来呢，它是非常有乐趣的。变速箱的部分呢，我们现在来体验一下它的换挡反应。像比如说，我现在前面要进入一个弯道了，好，我退档。大家有没有发现它退档反应非常的快？有没有听到它突然一个换挡的声音？它其实有稍微帮你补一点点油门，因为你整个车子并没有任何的顿挫感，然后你的转速有点起来。很棒的是呢，这具变速箱在动力传输上面呢，非常的快，非常的直接。一般传统的自动变速箱，你如果说在低速的转速，或者是刚开始出发的时候，你没有达到一个速度或是一个整个转速上来的话，它都是透过扭力转换器。但是呢， Mazda 在这一颗变速箱上面做了一个很精密的调教，就是说它在它很低转速的时候呢，就能够让它的引擎输出跟变速箱这边做一个机械式的连接，它不需要到那么高的转速，所以呢，这造就它的油耗比较漂亮，然后它的整个驾驶的换挡反应也比较好。好的，那经过刚才比较热血一点的操驾过程，我们现在比较顺畅的来开一下。顺畅的方式，这时候反而你比较听得出来它是柴油引擎。所以 CS3 虽然它的动力部分是 1.5 105匹，但是呢，就刚才我在这个山路上上下下这样子比较激烈的开了几趟，我觉得你真的感觉不到它是 1.5 的引擎，而且105匹。如果说跟一般国产车 1.6 自然进气的国产车来比， 1.6 现在自然进气国产车大概都有120匹马力上下，有些车子都有这么大马力，但是开起来跟这台车的动力输出表现是完全比不上的。你真的感觉这台车很像是2000以上的自然进气车的一个反应。
然后它在爬坡时候的扭力真的是非常的大，觉得这台车好轻快。那在主被动安全方面呢，六具气囊，然后循迹系统、防滑，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刚才有介绍的它的前行主动刹车辅助系统，还有呢就是它的陡坡起步辅助，这些它都是有的。另外呢，它还搭配了车侧的盲点侦测系统，所以呢，有时候你会看到摩托车过来的时候，旁边的后视镜它的灯会亮起来。那我觉得像 CS3 这样子的车型来说，它身上的安全配备其实是蛮丰富、蛮齐全的。在之前呢，我们去日本参加 Mazda 举办的 CX-3 公办试驾的时候呢，日本官方告诉我们这是一部跑旅。当时我们就在想，什么是跑旅呢？就在我们今天一整天试驾下来之后啊，我发现 1.5 的小排气量开起来这么有动感，这么富有操控乐趣，的确 CX-3 它做到了，这就是一部跑旅的风格。今天的试驾就到这边了，我是廖刚，我们下一次见。